哇，好，你那个从哪里回来的？拿快递了。拿快递了。他这些不穿衣服不冷嘛，就穿这个衣服就还坐车了。他这心里不冷吗？不冷。不冷、哦。什么快递这么大一箱？这是粉丝送给妈妈的。哇，粉丝送给妈妈了。嗯。年。啊？那下就哭了一下哎，那叫粉丝了送着够了哈。嗯、哦。你拿了。嗯，老二可以下来要阿姐。嗯、哇，看起来感觉好重呀。嗯。一大箱。你拿到哪里去啊？往退养处嘛。在这里哦，现在也打开哦。啊。哦。妈妈都着急，偷拿刀了。妈妈。哇，这都是啥？都是好吃的吗？嗯。一个一个看。这个是做鸡的。做鸡的啊。嗯。你给我随便盖，你能要我小盖的，等一下我小盖干了。都知道我妈喜欢吃鸡肉都买的。啊，这也是炖鸡炖鸡汤，那个是炒鸡的，这是炖鸡汤的。做鸡的调料。哇哇哇，出来了、啊、给妈妈先炒一个。啊，先给妈妈炒面。嗯。还有这样。啊。闹了。要说撒琪玛一样。嗯。那不干，我不吃。哪个？嗯，这个好吃哦，好吃，好吃，嗯，咋样？脆哦，好脆哦，沙琪玛差不多，嗯，好脆好香，嗯，这个是什么肉了哦？牛肉丝，牛肉丝，嗯，有点像烂肉块，哇，好多，这个还两，那也是牛肉丝，哦，这个是啥？成麻花，麻花，嗯。麻花，麻花，哦，嗯，不够好吃。妈妈，妈妈，再打开这个。这个也是做鸡的，是吧？我看，青做鱼的这个是。做鱼的啊、哦。嗯，这是做鱼的。哦，这个是做鱼的。嗯。这是啥，老公？水西，永川秀芽，我应该是茶吧？我看。这是做鸡肉的，这个是茶叶。那个是茶叶哦。嗯，茶叶。茶叶的话是给你做的。哇，这个还有一个好吃的叫啥？这个芝麻杆。芝麻杆。嗯。爸爸看看，那个这个。这是做鱼的，水煮鱼的调料。调料。他的心也是在帮忙，还有好多的，拿出来了一大堆，这里边呢还满满了一把山。这个是什么了？都是桃片。爸爸，爸爸，核桃。应该是核桃吧。做那个啥好了？这就是。这是重庆小面，这是咱们在四川吃的那个面嘛，那调料。重庆小面。嗯。那是不是这个粉丝在重庆？啊、哦，对，就是重庆的。再看看那个。啊，这都是说是他们那的特产。哦、重庆的特产。啊。重庆五大怪，这都是也是重庆的啊、哦，都是重庆的、哦。你看这写的嘛，重庆特产，在边上。哦、我不认识那字，就是这四个字嘛啊。哦，这个字。啊、哦，这是重庆特色。哦。爸爸看见那个。这个还有个火锅。啊、哦，那是桥头的火锅料。哇。德庄火锅料。啊，哎，收手放下。不，也不收吧。你拿胶吧，你问。这个是可以吃的啊。来收手抱一下吧。来。啊。说给你打开，你吃，打开。这个。哇，这么一大堆。哦，这个太多了。哦，早上忙了哎，我你也干忙的家伙没开哦。没。这我是集中营的。我妈说这么多吃的，
要多少钱了？那我也不知道，这是他们的特产。看了感觉也不便宜了。把电话了，拿出来看吧，又在装进去。那先把那个鱼料，做鱼的料拿出来，今晚给妈妈做个鱼吧，行不行？嗯，在冰箱还有鱼吗？还有一个。还有啊。啊、嗯。那行。茶叶给我留一罐在外面，我要喝。哦，行，留一罐。哦，这个打开吃了。啊啊。这给你留了一个茶叶。行。一个茶叶我喝。啊！哇，好重啊！我把两个人拿都拿不动。赶紧放房子。累啊！对，我头空了，到这古外要扔得来家，先拉先拿，我落来我一头空，弄到我落了。都是到弄外个往后家听个，别弄些回家。弄老晒东头要扔得来，弄白狐狸家。哎呦，空到我落哎呦，那还木后木，我一老照照呢，那叫空到他哦。嗯，我懂了。老公和表弟跑到爷爷家的院子来，啊，收获了。哇，还烤的香蕉。有红薯。哇，这里边还有红薯吗？啊。哪有？你这样烤能烤熟吗？能烤熟啊，咋烤？放在火里边一起烧了。啊。老公。啊。是谁给妈妈送的好吃的？狼哥，哇，是狼哥吗？啊，他还有腊肠，还有在网上买了点，因为他说买他们从重庆的特产，然后寄上来吧。有的他没找到，然后就在网上买了点，直接哦寄过来。娘、哦，嗯，因为三角裤，那到了做你们背后的北方的狼。哎，看一看吧。哦，你背后领导了。哦，过年要来呢，你都能跑能跑了，你都。哎，你好赖好，那啥这空气量到了，我空调小，然后我这里有那个强盖的，强盖的，按摩。嗯。哎呀，他们那里有好十多啥多哈，然后那里用的冷冻的啥多啊。嗯。谢谢北方狼哥给我妈妈送了这么多好吃，在我直播间呢也是特别支持我，真的感谢狼哥了。我妈妈呢也不会说中文，所以我要一句一句的教我妈，感谢一下狼哥给我妈送这么多好吃。娘，我还跟还一口露水，我叫了多，等下我上去空了多。嗯，谢谢北方的狼，谢谢北方的狼，给我送这么多的好吃，给我送们的嘞好吃，给我送。给我送这么多，这么多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太开心了，真的太开心了，谢谢啦，谢谢。